还有款风冷全自动玉米收获机，18大马力风冷发动机，整机直连传动，脱皮率可以达到90%，双轮差速可左右升降，偏坡路况也能正常工作，可调节座椅，收获更省力，机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，实现轻松玉米收。以后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，这个不锈钢翻斗车操作简单，转向灵活，轻松载重1500斤，全车采用不锈钢焊接而成，无论你是做养殖拉粪拉饲料，还是做工程拉沙子水泥混凝土，都不会变形，喜欢的直接连。三轮车你就多方便，碾个米，磨个米，买个松，买个酸，停个场，干个灰，拉个花皮，取个底，用着大，加个低，你看那小孩都能。不要你6000八，也不要你5000八，来看看眼前这一台25马力单缸履带机，真正适合自家用的机器，出厂标配5大农具。音乐走。